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简报节目。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的新闻概述要跟大家分享，从 TikTok 在美国的未来到泰国的通胀情况，再到印尼与 Nvidia 合作建造人工智能中心的消息，这些都是今天的重点。而且，我们还将带你一起探索新加坡的普乐群岛，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天堂，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如何在地缘政治的波动中寻找平衡。 接下来，我们将转向一些国际政治的热门话题。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拉扎克希望将其余的监禁期限改为居家监禁。而韩国选民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将关注点放在国内议题上。这些新闻报道揭示了国内议题和民众生活状况在当前国际政治氛围中的重要性。最后，我们还将深入了解一些全球议题，包括乌克兰考虑禁止 Telegram 的讨论。 法国对斯特拉斯堡攻击策划者的审判，以及联合国对缅甸日益严重的冲突及其对人权影响的警告，这些事件凸显了信息流通、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等挑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全球合作和坚定的政治意志。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一起探索这个多变且互联的世界，了解每一个决策背后的深远影响。 在全球科技与金融的大舞台上，每一次的决策与变动都牵动住无数的目光。从那 K E S 的报道中，我们得以一窥这些重大事件的波澜。首先，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牵动住不仅是社交媒体平台与华盛顿之间的角力，更涉及到北京的影响力。尽管 TikTok 否认与中国有关联，但北京对其命运的影响力不亚于华盛顿。 中国领导层可能更担心向美国和西方世界展示弱点，而不是 by 点因 TikTok 在美国被禁而损失数十亿美元。此外，台湾发生了地震提醒了科技供应商多元化经营的重要性。从富士康、广达到伟创，以及从台积电到联电的主要晶片供应商，都在东南亚、日本和欧洲新的地点设立运营基地。该地区的国家因此看到了投资的增加。同时，线上快时尚集团尚在等待北京的监管批准。 一在纽约或伦敦进行重大上市之际，其利润增加了一倍多，是去年的丰厚利润与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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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的七亿美元相比。另一方面，《t k e a g 的报道指出，泰国的通货膨胀率在三月份下降了零，这是连续第六次下降，但是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季度，连续两个季度的负通胀。政府对柴油和电力的补贴是导致通货膨胀下降的主要原因。 但这也导致了国家石油基金的重大赤字。如果补贴未能续签，会因财政限制而减少。预计通胀将再次上升，尽管猪肉、鱼类、新鲜蔬菜和植物油的价格下降，但大米、鸡蛋、牛奶和糖的价格却有所上涨。在印尼，明一就报道了一项令人振奋的消息 n v i d i a 与印尼电信公司 Indosat o o r e d o h u t s o n 将在中爪哇的 Solo 建造一个价值二亿美元人工智能 i 中心。 该中心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投入运营。印尼政府希望这项交易能包括技术转让，使国家成为全球 I 领域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这些报道凸显了全球科技与经济格局正在迅速变化，各国和企业都在努力适应新的挑战，并抓住新的机遇。从 k a r k 命运到泰国的通胀情况，再到印尼的 I 中心，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变且互联的世界，其中每一个决策都有助深远的影响。 在最近的一系列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不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热门话题。首先，从《Diplomat》报道中得知，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拉塞克因其在 EMBB 丑闻中的角色，目前正在寻求法律申请，希望能够将其余的监禁期限改为居家监禁。这起丑闻涉及丑闻涉及从国家投资基金中挪用数十亿美元，引发了多国的刑事调查。 那吉布一直维持自己的清白，并指控金融家佐洛是这场盗窃的主谋。另一方面 a s s o c i a t e Press 报道了韩国选民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将关注点放在国内议题上，例如经济和某些食品的高价格，而忽视了北韩的核威胁和美国的安全承诺。 专家们指出，韩国约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选民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他们的选择可能会对四月十日的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总统尹锡悦的外交政策一直保持不变。w h 志 l 的报道则提到，韩国已经开始了下周国会选举的提前投票，截至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已有超过三百五十万人及百分之八的合格选民参与了投票。 这是自二零一三年引入提前投票以来最高的投票率。选举预计将十分接近。迎新月总统的国民力量党寻求在目前由民主党控制的三零零席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调查显示，韩国选民更关心国内议题，如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医生罢工，而不是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议题，如来自北韩的核威胁。这些报道反映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氛围中，无论是在马来西亚还是韩国。 国内议题和民众的生活状况似乎都在成为选民决策的重要因素。从纳吉布寻求居家监禁的法律申请，到韩国选民对国内议题的高度关注，我们可以看到政治领袖和政党如何回应这些关切，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成败。在远东的台湾，大地震带来的不仅仅是震动，还有接踵而至的挑战。日经亚洲报岛山。 台湾今日经历了一场六点四级的强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另有二百多人受伤。震中位于花莲东北方二十二公里处。这场地震对花莲市的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损害，包括树洞、建筑物的同时，救援人员在努力搜救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山体滑坡和岩石落下的威胁，这无疑加大了救灾的难度。而在新加坡，一个名为普勒群岛 （Pu l 的小岛，却展现出一幅与世无争的宁静景象。 《独立报》的报道描绘了这个拥有约四十人口的小岛。它曾经是一个石矿场工人的家园，直到九零年代矿场关闭。如今，普勒群岛成为了远足和骑行爱好者的天堂。这里没有机动车辆，自然美景处处。岛上的佩坦采石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野生动物的湖泊，而湿地区域如 Checkewa w e t l a n d 则是多种生态系统的家园，拥有约五零零种不同的物种。 除此之外，游客还可以探索附近的拉沙鹿岛和圣约翰岛这两个岛屿，拥有令人惊叹的海滩，并且几乎未被人类触及。在另一方面，日经亚洲也报道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日元对美元达到了两周以来的最高点，而日经股票平均指数则在三周内首次跌破三十九零零零点。这一切都是由于亚洲市场的风险情绪升高。 投资者对中东地区日益升温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台湾的地震以及美国的高通胀率感到担忧。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投资者担心如果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扩散，可能会对石油供应造成中断。这三则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亚洲地区的现状、台湾的自然灾害带来的挑战、新加坡小岛上的宁静生活。 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的波动，这些故事彼此独立却又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亚洲当代画卷。在今天的全球舞台上，信息的流通和安全成为了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从乌克兰考虑禁止拆了关的讨论，到法国对斯特拉斯堡攻击策划者的审判，再到联合国对缅甸日益严重的冲突及其对人权的影响的警告。 这些事件揭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和复杂性。据德国之声报道，乌克兰政府正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是否禁止 Telegram 这一在乌克兰极受欢迎的新闻资讯平台？原因在于一些亲俄 Telegram 频道被指控散播关于乌克兰军事和政治事务的恐慌和虚假信息。 这一辩论已经进入乌克兰议会的言论自由、为塔曼议会的言论自由委员会讨论范围。虽然 Telegram 的匿名性质促进了未经证实内容、照片和视频的传播，但考虑到其在乌克兰的广泛流行，禁止 Telegram 并非易事。在另一方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报道了法国对2018年斯特拉斯堡圣诞市场攻击策划者阿基姆·蒙德吉的审判。 蒙德吉因与恐怖分子联系而被判处三零年监禁，尽管他未被认定为恐怖谋杀的同谋。检察官认为蒙德吉帮助袭击者切里夫切卡特获得了用于攻击的枪支。切卡特在警方将其击毙前杀害了五人，伤害了十一人。另外两名男子因在辅助切卡特方面扮演了较小的角色，被判处多达五年的监禁。 同时，《外交杂志》报道了联合国对缅甸不断加剧的冲突及其对人权的巨大影响的警告。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克哈利德·基亚里表示，缅甸的民间伤亡人数持续上升。报告显示，缅甸武装部队进行了无差别轰炸和炮击，军方未能平息抵抗运动，在各个州遭遇挫败。这场危机正波及边境，导致犯罪活动和毒品生产增加。 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给予统一的回应，敦促邻国利用其影响力，寻求政治解决方案。这些报道彰显了当前了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从信息战争、恐怖主义到地区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合作和坚定的政治意志。在当今这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时代，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从 t k e Case 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协会 s e a n 正面临住绿色合作的需求。二零澳大利亚与 s e a n 之间的双边贸易达到了一千七百八十亿澳元，约合一千一百六十亿美元。但澳大利亚希望将其出口到该地区的商品多样化，不再仅限于天然气、煤炭和小麦等商品。双方正寻求在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基础设施方面加强合作。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宣布的东南亚投资融资设施将为基础设施和绿色经济项目提供贷款、保险、担保和股权。而在这篇探探中，我们得知日本及国际社会正关注一种称为链球菌毒性休克综合症 （STSS） 的罕见且严重的细菌感染。该国去年发现的病例数量创历史新高，死亡率达到百分之三十。此外，还检测到一种新的、可能更具传染性的细菌株。 北韩上个月取消与日本的足球比赛，原因是存在恶性传染病，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该病的担忧。同时，财乐观报道了英国房价在六个月内首次下跌的消息。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英国房价在三月份下降了百分之一，平均房价降至二八八四三零英镑，约六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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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六美元，比二月份减少了二九零零英镑。 尽管如此，与去年同月相比，房价仍然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三。这一下跌被归咎于抵押贷款利率停止下降，这曾经促进了市场活动。查勒官还表示，房地产市场对利率变化仍然敏感。专家认为，这将限制今年房价的显著增长。该银行的负责人皮姆·皮 r 表示，英国对住房的基本需求仍然积极，拥有住房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全球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无论是在绿色合作、公共卫生，还是房地产市场方面，他们提醒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国家，我们都必须保持警惕，并寻求创新和合作的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 s i x stop r e f u n d 都可以通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